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要分享三三讲十九章货币政策工具的第一个单元。那么这个单元最主要学习目标一个主题，了解一般性信用管制工具，也就是说数量管理工具的操作方法。那么有关于中央银行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工具，理论上是它是有四种的。一种是数量性的管理，一般性管理，像公开市场操作，还有存款准备率政策，还有一般所讲的这个重贴现政策，还有外汇操作。另外还有一种资金方向的一个管理，也就是选择性的这个信用管制。另外一种是直接管制，就直接的干预银行信用创造能力。另外一种是间接管制，用民主方式道义的税务来请各银行来配合央行的货币政策。所以理论上实务上也是这四种交互的应用。当然最主要关键是看中央银行的专业性，它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好，那么这个主题当中呢，我们首先探讨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一般所讲中央货币政策的最主要的数量的一个一般所讲的管理工具，因为这数量是中央银行用的最多，用的最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是一般成熟的金融市场当中的中央银行为了干预整体的社会的货币供给量跟短期利率所常使用的一种工具之一。好，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单元，说公开市场的操作。这个公开市场操作的这个意义是告诉你说，中央银行在这个金融市场，像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买卖这个有价这个买卖这个信用工具，来影响这个社会整体的这个货币的供给量及以及短期利益的行为的一个操作。所以公开市场的这个操作呢，在理论上实务上呢，通常都是以这个中央银行的债务凭证或地方政府的债务凭证，或有这个银行担保的公司债，或是银行的承兑汇票，或银行保证的商业本票，或是外汇跟黄金。不过在实务上各国所用的大概采取狭义的，也就是中央只买那个中央政府的债务凭证，对于说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的债券的信用工具就比较少买。也就一般各国在所谓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大概都偏重在中央政府的债务的这个凭证，像国债啦、公债之类的为导向为主，这个观念上同学了解一下。当然要使公开市场的操作能够成功有效，关键说要有成熟健康的金融市场，而且要多元化的金融工具，也就是信用工具，而且呢各种政策都要相互的配合，因为任何一个工具呢，彼此之间呢常常会相互抵消，甚至会反效果作用，因而才告诉同学说，为什么中央银行的这个职能呢，必须要高度的专业性，要有高度的经济素养，它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你这样才有办法精准判断整个经济的情势，以及当前的金融的发展的状况，而采取适宜、合宜、恰当、妥当、适当的一种操作。因为你很多工具可以选择，你也可以选择公开市场，你可以选择重贴现，你可以选择一般所讲的这个存款准备率，你也可以选择外汇操作。那么有这么多你可以选择，你必须针对当前的需要而适时的提出对策，对的一个操作工具，那么使能呢达到你货币政策所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好，这个观上了解一下。那么再来第一个观说操作的方式跟形态。那么通常中央操作的方式通常有三种方式，
为了弥补长期性资金的短缺或剩余，那么中央也会采取买断或卖断的。哦，当然中央的买入就要放出台币，是属于扩张的；卖出是紧缩的。也就是中央直接向银行买或卖这个信用工具，那么直接银货两清。哦，它最主要是在解决长期资金的一个问题。那么这里说短期资金啊的，一般所讲这个不足或剩余，那么这时候中央采取互买回或卖回的这个交易，它是属于临时性的，所以通常买断垄断是永久性的，也就是中央呢向银行买入或卖出信用工具的同时，跟银行约定，在一定时间由银行再买回或卖回给央行的一个操作，所以它的目的呢是在解决短期性资金的过多或不足。那么第三种操作方式，也就是说，一般所讲是中央呢发行有价证券，这个情况是说，当你的市场资金过多的时候，那么中央为了避免资金的过多的腐烂，会影响到货币的价值，所以这时候中央会卖出储蓄券，啊，或是说定期的这个存单之类的，然后到期的啊再视为这个释出这个通货。那么最主要是在修正，那么这个市场资金过多或不足的现象，如果过多就缩回，过少那么一般说就释出，哦，来作为它调整的这个货币的目的。其实中央这三种操作核心，也是在前单元当中所讲的，要确保货币价值的稳定。因为同学你要了解说，只有货币价值稳定，我们才会有生活的安全感，我们才会有幸福的满足感，这是很重要。所以同学，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了解一个核心，啊，不要说就像人为了赚钱，你的核心呢，健康，你有没有考虑到为了一点钱有没有伤害到健康？取舍真的是高度的智慧，任何政策都是一样。都是取舍的问题，所以他讲说，人生就是选择的一个结果啦。你选择对跟选择错就差没那么多啊，而且跟一个人的这个才华睿智，我认为说影响不大啦。坦白讲，各位同学，每个人都很厉害的，只要给你舞台，你都要帮你充发挥的。我们所欠缺是舞台的，真的啦。所以每个同学对自己要有自信，要有信心。今天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因为舞台的不够。任何给你舞台，你都可以做得非常棒。这不是自负，这是自信。真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头脑都很好，真的啦，只要不偏就好，通常都可以成就很多的对的事情。啊，顺便给各位同学在信心上能够一个建立。真的，我们看太多了，因为我们教书太久了，现在人都很聪明，关键说信心不足。一参加考试说啊，人这么多考不中。都自我在伤害自己，你连自信都没有，你如何成就你想要的目标？所以自信很重要，当然这个自信不是自负，不是自以为是，哦，这观念上同学的。那么操作的形态通常有三种，有一种第一个叫做防卫性的公开操作，这个防卫性就是因为它最主要目的是要稳定季节性的波动或突发事件，避免这个对货币市场造成干扰因素，把它排除掉。哦，他这个准备货币还是可以不变的，因为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在影响银行存款准备金跟准备货币，所以反位性操作的中央操作目标旨在排除这些干扰因素。那么这里动态性的这个一般所讲操作公开操作，哦，这一般所讲自主性的，通常这个动态性是中央银行主动要改变准备货币。因为他最主要目的要实施扩张或紧缩的，如果他买入就扩张了啊，那么卖出的当然就是紧缩的。另外第三种是说一般的互换性的操作，这个互换性操作最主要，它是在改变影响利率这个结构，
啊，利率这个结构。也就是说，中央它可以说买入啊这个长期债券，卖出短期债券。你买入就释放出通货了嘛，你卖出的就收回嘛。它最主要目的就要造成短期利率上涨、长期利率下跌现象，来吸引你长期这个投资。也就是说，互换的操作最主要是透过中央银行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来影响短中长期的这个利率，好，来达到中央银行它的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好，这给同学稍微理解一下。所以它在这个操作当中有三种，通常一般都动态性的操作，主动来增减存款准备金。那么互换操作最主要影响利率的这个结构，那么一般防卫性当然是排除，排除那些干扰因素，维持一定的稳定性。那么再讲到政策的效果，当然公开市场的这个操作，当然各位同学，因为它公开买卖各种信用工具，坦白讲，这个政策影响会影响到银行的现金准备，因为公开市场的核心，就是在影响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跟准备货币，这个存款准备金跟准备货币，它会影响到银行信用的创造能力，所以呢，公开市场操作一定会影响到银行的现金准备、市场利率还有流动性，甚至会影响到财政的收支，甚至也可以发生一个罗莎效应。什么叫罗莎？是经济学家发现的，当市场利率很高，有价证券就会下降，那么有价证券下降，站在银行而言，当然他不可能说贱价而卖，他一定舍不得卖，那么把债券长期在拥有，叫被锁住的，叫卢沙效果。因为债券跟这个利率成反方向的，所以利率越高，利率越高，那么债券就越低，利率越低，债券就越高。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全球资金腐烂？因为大家认为美国会升息。那么美国会升起，未来的债券价格会下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等到下跌才卖？当然现在就要见好就收啊，导致全球资金的腐烂。所以说有些人认为说，为什么2018年会有金融的这个变化？关键可能是因为美国会提高这个利率，而是提高利率是正常的，结果现在把正常变成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是很麻烦的现象。所以现在在整个逻辑上都已经失去它的记忆，它的原理，这是很麻烦一件事情，要改变真的很困难。那么这里这个公开市场操作的这个一般所讲这个政策效果，当然最主要三个的，第一个改变货币供给跟利率的，你扩张的货币供给增加利率当然会下跌啊。第二个的会改变利率结构。其实公开市场的最重要功能是要影响短中长期利率的这个不一样，那么使中央能够对长短期资金的能够有所管理。那么第三个，它具有预期效果，可以看出政策的所向。阿西坦白讲，通常这个操作的效果，各位同学没有想象中都很好，因为它彼此会抵消的，真的难度很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对中央有过度的质疑。真的难度很高，只要他秉持的专业，我相信呢，都可以达到预期的全面利益的目标。你就不要过度用政治去干扰、去质疑，我们一定要相信他的专业性。但现在人都很奇怪，都常常用怀疑的一个观念，甚至有些政党为了政党利益的，会给你搞错，或者他不能得利，所以这很不好的现象。所以现在人都没有说讲一些对的话。做一些对的事，都是潜谋，诡计连篇呐、啊，但是都没有想到说这种诡计去伤害者是自己。你今天怎么骂人家？坦白讲，被骂你的根本连一点伤害都没有，都是伤害到你自己。但我们不了解如此，所以说很多事情各位同学，当你害人者，其实是害自己，你要去理解。那么在政策的优缺点，当然各位同学。有这个优点跟缺点当中，不是告诉什么缺点跟优点的，是告诉任何一个政策都有它的限制，都有它的盲点。当然公开市场没有错，中央可以采取主动性，它可以主动的，而且可以及时性的产生效果，
而且有精确性的，因为它有弹性，如果发生错的，它可以及时更正，有对冲性。但是任何一个政策呢，坦白讲都要看银行，所以为什么中央银行又要跟银行不一样，因为你所有的政策都需要银行配合，所以它只能达到间接的效果，而且也无法改变长期经济的这个情境。如果现在经济不好，你中央银行真的无能为力的。你像我们现在各位同学，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的产业政策不明确。一个国家产业政策不明确，我们的教育就没有办法配合呢。那你培养的人力没有办法造就未来产业需求，你个人力都是浪费的。所以现在我们都已经走到这个盲点了，但是都不会去跟在，天天在那里有的没有的搞斗争，非常严重的，真的对不起下一代。真的啦，晚上睡觉还能够心安睡，有没有？而且可以拿到政府的这么庞厚的优厚的薪水，真的要很大的检讨，因为年轻人的希望都被你毁灭掉了。但是我们现在都没有这种反省的一个能力，是非常麻烦一件事情。讲这绝对不是题外。那么他的一般所讲的缺点，就刚才所讲到的不公平。因为这个是主要主动在中央银行，当然任何一个操作一定对某些部分会有所影响。你说量化政策对谁有帮助最大？对那些有钱人的，因为他取得资金很那个便宜啊。对我们弱势者真的就有一个影响。你看我们真的非常衰，你量化我利息又拿不到好，利息收入没有的啊，物价这么高，你看看收入有没有增加？物价这么高，你看我怎么活了？所以现在人真难怪说医院都是人满为患，被生活压力已经搞到喘不过气了。谁叫你乱选举？所以各位同学不要怪别人，要怪自己说没有智慧，因为你没有智慧，你就要承担果报。所以真的不要去怪别人，怪自己的无知。真的，所以我讲这个是唤醒你的良知，使你读书能够开智慧。所以扮演各种行为都能够中规中矩，来了结我们这一生的一个难得哦。最主要是这样，我都讲这个没有用啊，练就 OK 了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同学唤醒你的良知，找到你人生的未来。真的，我们讲是非常的务实哦，我们绝对没有讲到非常的高干，说非常的这个一般所讲的高不可攀，没有，我们讲非常的务实。非常务实，生命的美好是可以自己创造的。问你看你的观念有没有健康？就像刚才给同学报过，我们一般的观念都不健康、不成熟，真的。有权力就滥用权力，有一点钱的就烧包的，对不对？不懂得珍惜、感恩。在第二个讲到存款准备率政策，这个存款准备率是中央透过法定存款准备率的升降来影响。乘数效果来影响银行创造性能力，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存款准备率的倍数很大哦。如果说你的存款准备是 10% 的，你的倍数就有10倍哦，导数嘛，一除以0.1嘛。如果说你的存款准备是20%，你的倍数就5倍呢。所以它这个对整个货币供应影响真的非常的大呢。所以银行跟你讲说我有一块钱可以创造10块、5块，它不是吹牛的，它是透过货币乘数。所以存款准备率也最主要是透过货币乘数，所以通常不可以轻易去改变、轻易去调整，否则会破坏整个市场这个秩序。所以操作时期通常有几个，当你这个金融有风暴时，有效需求不止，长短期这个长期资金有严重的缺口，对不对？那你为了整体资金的这个平衡，因为如果说你对一些一般所讲的这个其他负债，你也说存款准备金，你为了使这个资金能够平衡，当然就必须做适度的调整。另外，汇价物价稳定的时候，如果不稳定，你就不要轻易去改变，因为它对整个社会的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至于说它的操作的这个效果，坦白讲，各位同学。通常很简单，会影响货币供应，影响利率。关键，它会影响利率。因为如果说我今天我的存款准备提高了，
我本来一百块，啊，我可以有更多放款，但现在你不要说10%变20%，我变成一百块，我就只能放款80。我80块，我要这个支付100块的存款利息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减少银行利润。那么操作有几个限制，顺便给同学了解一下啊，这个操作的限制。第一个，存款准备率最大的不能低，时机不宜掌握。时机这到底是你说有效期久不足，你说像金融危机那比较好处理。你说资金的这个长期资金有缺口，那这个缺口到底多大会造成伤害？也真的啦，判断很难，因而我们才必须强化要有专业性，要有高度的经济的素养，你才有办法精准掌握到经济的问题，而做出智慧上的决策。而且政策效果真的未必发挥的，不发挥没关系的，会发挥反效果，甚至会被抵消，对不对？最重要缺乏弹性，因为存款准备就是硬邦邦的，具有法律的强制性，而且会提高银行的整体影响的风险的承担程度，这是说当你要存款准备你要提示时，就必须要这样的一个考量，要这样的一个思维，所以说中央银行要拟定这些货币工具的，为什么要具有高度的独立性，排除政治干扰，它的利益在这点。至于说这个政策的优缺点，它的优点各位同学可以理解，它很自主性，反正有所有权在中央银行，又直接又快速。但直接快速，各位同学，它最大的问题，它没有这个对冲。如果你这个发生问题时的，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的，这也是一个相对的。第二个好处，它有中立性，反正存款准备额高低，我影响是前面的，所以它符合公平的原则。第三个政策很明确，可应付金融的危机，金融的危机，当然各位同学最好不要金融危机的。如果说发生金融危机的，任何良方妙法都无用的。你平常如果说健康不好把持，当你发生健康的问题了，各位同学再怎么吃健康食品什么的，医药只是一个辅助而已的。所以他为这个众生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现在众生真的很苦。真的很苦，导致于说在苦的过程当中，病痛又很多，因为没有办法嘛。现在食安也都没有去了，所以政府真的要良心一点，该做的要做一些对的事情。你把人民健康保护，也是对你的职位的一点点的一个保障，否则真的因果自负的。但是像我这种观念，据我个人所知很少。真的，各位同学，我不在这里偏见，现在人的自私自利超过你的想象，那个自私性的超过你的想象，而且要自以为是，对不对？非常严重，真的非常难过。当然我们今天又活得比较开心，所以我们来分享，对不对？否则如果说我们这么困顿，因为看太多的，真的，看到，对，好好的生活被政府搞得大家都活得不开心，对不对？对，像我们台中本来都很不会怎样，我车放在外面每天早上都是一层层白白的，以前都不会。你看看这种无形的伤害都全民要负担，你说可怜不可怜？所以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对不对？为什么有权力人不做一些对的事情？短短的人生拥有这样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去做对的事情？这是我一直在怀疑跟探讨的地方。坦白讲，我们当老师的，我们都非常的正义，因为坦白讲，做一个老师不能给学生有好的未来，这个老师都要负因果的，真的的。做一个老师不能给学生好的观念，这个老师真的都要下地狱的啦，真的。所以现在每人都要下地狱，真的。缺点呢？那么这种政治具有强制性，刚才已经讲过的。对冲能力很重，而且要政策反效果，彼此会抵消。况且各位同学，你说短期的货币供给量啊或利率，你不能透过这个存款准备来调整的啦。那么流动性危机，因为各位同学，
如果你提高存款准备率的，我流动性不足，那你政府要补助我，你中央银行支援我，因为中央银行是最后资金流通者嘛，那么就会使那些投机的银行呢有恃无恐，增加更大的冒险，对不对？就像刚才讲说，利率越高时会造成逆向的激励效果，因为一些正常的工业它不可能不会借钱，但那些投机的它就有机会了，反正我付得起利息嘛，我跟你赌嘛，赌赢的是我的，赌输的是银行的。好，这是有关这方面。那么第三个重贴现政策，重贴现政策说中央银行意义就是说对银行持未到期的票据给资建融通。各位同仁，你把这个交易性的本票拿给银行叫贴现，银行再转向中央银行叫重贴现。那么政策这个操作时机有两，有几三个的，当利率有显著差异，有套利的时候，以及景气真的显著的波动，以及季节性有缺口，这时候就动用到重贴现，重贴现。那么这个政策目的大概有两个的，一个是直接目的，它影响到两个，一个是先是效果，一个影响资金成本。影响成本，所以各位同学，一般重贴现率是以成本来控制，就是以价质量。公开市场操作跟这个存款准备率的，它是以量制价，因为它提高你的成本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可以影响到你的贷款的意愿。所以重贴现的最大会影响到银行的贷款的意愿。那么重贴现的买跟卖呢？也具有这个先示效，是扩张或紧缩，给社会上一个告知。那么间接上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品质上的，一个是数量。什么叫品质？因为重贴现不是说你爱来就说爱来借就借，没有，中央它有贴现窗口，所以它有规定说定合格的票据的标准，而且它有定资金应用的方向。如果中央为了鼓励进出口，那么可以一般所讲对进出口再融资引起，他如果鼓励中小企业，那么就可以给中小企业再融资，再融资。另外第三个的，他有定最高融资的限额，像一些专任性的融资或季节性融，它是有一个限额的，不是你爱多少就多少，那还得了。那么数量上是这样告诉同学的，如果说专业提这个一般所讲买，就四万股一般所讲的这个通货嘛。那么就造成银行的这个货币供给量增加，信用的这个创造就增加。如果的银行的一般说卖的话就紧缩嘛，那么银行的这个成本提高了，当然它的这个信用就会紧缩。企业是一样，成本提高，它贷款意愿就比较低。这是给同学稍微理解一下。那么至于说政策的这个效果，通常是这样。一般重贴现的这个政策效果最主要影响，刚才讲过，会影响银行的放款的这个政策跟市场利率，而且会影响到信用的总量，而且会间接影响到工业的活动，而且有平衡国际收支。如果说我们现在逆差的，当然你就必须的提高利率，提高利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重贴现它可以透过这个重贴现利率的这个高低。提高了，当然各种成本就提高了嘛，对不对？那么至于说政策的限制，当然最主要是几个的，看银行的态度，最主要看银行的态度，等等，那么至于说优缺点当中各种，它最主要优点就一个嘛，也限制效果，告最有贷款者，但缺点说缺乏主动权，不能迅速调整，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讲就分享到这，谢谢各位。